個月之前，根本我覺得香港好自由嘅，真係你做乜都得啦。但係而家你行緊街會俾人打嘅，你睇下睇下啲暴徒，佢睇你唔順眼就打你咯。咁你講嘢，佢哋唔順意又打你，甚至乎你想去清理啲雜物，一樣會俾人打。咁其實呢啲係咪真係自由？我覺得當時想去移這個路障的時候，究竟是怎麼想的？为什么要去挪这个路障呢？因为之前已经有70岁的老伯被砸死的这样的案例，你不担心危险吗？就冇谂到话会唔会有啲乜嘢危险嘅，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做呢个都系好正常嘅嘢啫，系啦咁啊，根本我冇做到错事，吓咁做错嘅系攻击我嗰啲人咯，吓。咁係呢啲堵路嘅暴徒咯，其實佢哋做呢一啲嘢係已經妨礙咗成個社會啦。如果我哋一路唔出聲，咁佢咪會覺得其實佢哋做呢啲嘢係大家都支持嘅，咁佢哋會更加變本加厲啦。咁繼續去做嘅時候，其實個社會會繼續破壞，會更加沉淪咯。所以我覺得其實每一個人見到都應該要出聲。我看到這個視頻中啊，您突然被打了之後就倒下了，好像幾秒鐘之後您又醒過來一下，您當時有意識嗎？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嗎？其實我唔知道發生咩事嘅，嗰時都冇意識嘅。咁我記得嘅咧就係我拎部手機出嚟，跟住咧就好似叫做斷咗片啦。當我有翻知覺嘅時候咧，咁就見到前面有一大群人圍住我喺度鬧我啦。咁就其中有一個咧就戴住黑色口罩嘅，咁就仲想拎住把遮咁樣咁襲擊我嘅添。那後來到了醫院，醫生是怎麼說的？傷勢怎麼樣？那現在還要做一些什麼樣的治療呢？咁我去到醫院之後啦，咁醫生就幫我照咗 X 光，咁佢就話頭蓋骨就冇裂到嘅，係啦，咁就收尾就幫我去黏咗針，咁一共黏咗10針，黏完針之後咧，咁佢要我留院觀察啦，咁就留院觀察到第二朝早，咁之後就話觀察完之後就冇乜大礙啦，咁我可以出院啦。您對那些設置路障的人怎麼看？你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？如果你而家继续咁样落去，系咁不停咁打烂晒啲嘢嘅，咁根本香港系一个冇法治嘅烂摊子咯。其实呢个系咪你哋所诉求想要嘅嘢咯？您怎么看他们的这些诉求？他们说是为了香港的未来，为了香港明天更好，您觉得呢？佢哋成日喺度嗌话香港冇民主。咁其實我都想問翻，香港邊方面冇民主咧？其實香港個民主，你睇翻全世界嚟講，其實香港個民主自由嗰、那個自由程度係排列世界第三嘅嗰個排列，全部乜嘢都有自由嘅，咁福利又好，咁全民又免費教育，咁你有個覺得有啲乜嘢唔好呢？如果佢哋做呢啲嘢，會將來係可以有得到一個更加好嘅民主啊，或者係自由啊社會咁嘅。其實我覺得係假咯，因為你起碼你而家已經破壞咗現在咯。你一破壞咗現在，咁仲邊有將來呢？